Hello，Hello，hello, 我是朵朵。今天自制好玩的拉丝披萨小玩具。卡纸对折，画出图案。画好后，正反两面都贴上透明胶，剪下小图案。再沿图案中间剪开，裁剪两张小纸片对折，注意纸片要比图案小一点点。用宽橡筋制作拉丝姿势，先修剪一下形状。橡筋粘贴在纸片里，这里两张纸片对齐，纸片和橡筋一定要粘贴牢固，不然就很容易坏掉。这就是机关部分，图案沿着纸片两边粘贴。最后可以用透明胶将边边封一下。戳孔挂上圆珠链就完成了。还可以制作别的图案。